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又到了我们做工的人说文解字的时间啦。但在这一集是我们说文解字的最后一集，赶上了。也就是说呢，其实下一集就是他们影片的最后一集啦。那我们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呢，我们会请到做工的人的作家林立勤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直播。哎呀，帮忙做这个特辑才是血本无归啊。不过就为了支持我们台湾很好的作品，然后跟我们本土的台剧，还有当然支持一个非常棒的做工的人的作者林立勤。好，那我们就来一起来看片吧。我即马卖找他，等伊出伊才好讲。我你做工无够哈，以前工地主任就是一个非常机车，机车到爆，然后到处找麻烦，然后让阿全开罚单啊，然后就是比较像是一种机车的角色。但是他在 J卡的时候，他其实里面讲了一些关键的话。然后呢，在这个时候，法律没办法帮忙，他自己能够做什么呢？不是，他就拿开了他的小皮夹。首先在这一段当中呢，他里面交代了什么呢？工地主任在以前很鸡巴的样子，说在这个时候突然变好人。回到拉拉身上呢，他可能工具卖一卖，坦白说就是觉得蛮抠啊，干嘛嘛紧绷啊，又可以跟工地的许多朋友们募资，然后让他去缴医药费，因为毕竟是黑医院嘛。回到头来，还是在这一卡里面，他就轻描淡写讲了几句话。不过其实他构成了一个整个产业的一个食物链。中间这个人呢，他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们在工地募款。所以工地主任他到底在现实中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劳工们会觉得工地主任一直在抓他们一些罚则啊，不能喝酒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环保啊、卫生啊，然后一些零零总总。但是他其实他对上的时候又要跟公司里面交代。有时候反过来，其实工地主任哦，他变成是一个帮劳工争取权益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让有点像是民意代表啦。然后所以民意代表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就像你家的工地主任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接下来下一幕呢，他们就开始就回到工地里面现场，然后开始跟大家募款。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做工的人真的是非常有人情味。然后在这一卡的时候呢，有没有看到导演他特别带到另外一个镜头，然后拍到两个移工。我们在东区曾经有个传奇，就是曾经有一间铁工厂，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呢就找了一个移工，然后来这边工作。然后他们公司一天能够产出三个桶。突然有一个移工，他过去跟他老板讲说：“老板，我觉得你们这样做不太对呢。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哦，那个想法可以帮你把工作产量做得更多，但是要买一个设备呢。”我们在东区里面的其中一个老板呢，他就说：“哦，好啊，那你要买多少设备？”他就说：“大概要10万块钱。”他当时有想说，靠，他是不是要诈骗的公司？结果之后，反正就觉得他平常工作好像也非常正常，然后也很认真，这样他就相信他，他就弄了10万块给他。然后那个移工呢，他之后就拿了老板的10万块钱，开始去帮他添购设备哦，然后开始帮他改装，就是更好的一些机具。然后他还帮老板重新设定了工业制造的流程，超屌的。最后经过那个移工的设计之后，他们原本从公司一天能够产出3个桶子，变成一天能够产出7颗桶子。回到我自己，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漂洋在海外，然后为了家乡的人努力打拼的人，有缘分在这块土地上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我们要互相尊重彼此。然后你们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在火车站附近的街友啊、乞丐啊，他们现在都开始会讲泰文、会讲越南文，然后会讲菲律宾话。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移工是非常慷慨的，虽然薪水在台湾不高，但是他们都很愿意给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好棒！好，下一段。然后这一卡就是问候大家的妈妈。然后这个时候你有没有看，就是他弟弟就随手抽了一支东西。然后圆管抽完之后开始跑啊，对不对？然后他就往下面把那楼毛梯要推起来。好，杜贺杰等都八八八。OK， 奥斯卡。所以以我个人在冷兵器时代的使用经验来说，2.54公分，也就是8号钢筋是打架来说最好用的，因为有点重力加速度。再来是你手握的那个口径哦，嘟嘟啊呵。还有另外一种呢，它可能在做装潢的时候才会用到，就是30×30的方管，2米厚。这也是在我的人生经验当中，它非常好操作。那回到这一幕，那为什么阿 King 他会突然变得这么火爆呢？因为假戏和爱啦哦，一阿 K 在发作的时候，你第一个他会开始出现幻觉啊，然后会有人暴怒啊，然后或者是出现会对于痛感神经莫名的放大。这时候怎么办呢？最好的解决方法当然就是打更多，不是？最好的方法当然就赶快去乐界所嘛，因为通常毒瘾你只会越打越大，所以你必须要用更大分量的毒去养更大的毒瘾。而在黄赌毒当中，这三样我个人真的觉得毒是千万不要碰的。毒品其实也是我个人的人生当中我最毒烂的，千万就不要让我知道他把你弄毒。就算我跟你是好兄弟，我还是把你救出来。总而言之珍惜生命，远离毒害。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吧。其实，在这一幕，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那个女工她其实是周慧。好，然后你看到导演那个镜头，他们带到前面有钢筋，上面有一个黄色小套套，那就是称为钢筋保护盖。但是它其他的目的不是保护钢筋，而是保护就是在工地里面工作的人啊，他们可能怕跌倒啊，还是就注意就是这边有监视。而在更早之前，有些人会用就是旧水管啊，让它来塞啊。不过现在都是用黄色的，因为比较醒目，小细节啦。好，往后吧，继续。好，然后在这一幕呢，大家会看到上面有一个写一个上梁大吉。通常在我们在房屋结构体的最后一次灌浆，就人称为灌浆日。而上梁的时候，你大家有没有打开你的农民历？我们以前在农民历上面都有写，就是哦，今天你喝礼记啊，今天拍礼记。但是喝礼记一刚一点爱就是
级上梁，移上梁，那其他东西都不行。其实我以前自己刚出来就是创业当老板的时候，我自己去安装啊，还是去交货啊，我会看那个农民历，也忘记从哪一年开始之后你就再也不看了，因为可能工作太多了，多到你每次都要决定要安装还是你决定要完工的那一天都不一定是好日子，反正总而言之也顺顺利利的这样子过来了。不过到目前为止哦，都还是继续保持着，就是最后一天交案的时候总是非常的顺利，就是平常多做善事就会有好报。那我们继续看吧。接下来在这一卡呢，就是有一个重点，拉了家里小朋友好像有点状况，然后他这边大嫂又提到说，哦，低价钱庄借钱，好，就签了本票就要认。本票是什么东西呢？本票长这个样子，它有横式的，然后也有直式的，那里面就会写说，就是你要怎么样借款啊，由谁啊，然后来欠下这个债。在以前早期的时候，人家可能会写借据，有没有？借据就它长这样子，就是什么怕恐说无凭啊，黑纸白字啊，然后你借多少。而在社会上呢，其实本票就是有的时候你跟钱庄借钱，还是说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人要借款，那你当下没有现金，最常遇到的就是保掉啊，你保输掉啊，所以人家说啊，去刷掉钱本票啊。那本票的用意呢，其实就是写下说今天啊，可能曹仁登少年欠你200万。那我就会在下面写，就是说，哦，这超人少年，然后新台币，然后欠多少200万元，然后通常就是压你的大拇指的账，或者是压私账，压什么各种账，什么都可以啊。然后签本票呢，它能不能分期付款？它其实也是可以的。假设呢，今天你用10万块来借款，那你要分每一次每一个月用10000块，然后来分10次支付。所以通常我们会在每一张本票上面，然后写上10000、10000、10000，然后写10张。所以通常只要你拿10000块来还我的时候呢，我们就把一张本票撕掉。旁边呢，你可以在存根联啊，或者是你旁边的一些注记本上去写上说，这个人他欠我多少钱，而本票它就是像是一个担保具一样。常常哦，长久以来就是有非常多，要么朋友借钱，要么无微博让人借钱。那借一借借到后面，讲说我分几期，然后讲到后面工美签，然后说我明明就还你几千块啦，我明明还你几万块啦，为什么两边都混乱乱在一起？因为太多人跟你借钱，有一些钱你也知道借出去，咚，就是像水一样根本不会回来。所以之后在这几年，小弟我就实施一种事情，就是签本票。我不管我跟你交情怎么样深，或者是我们认识十几二十年，你要跟我借钱，我就写本票。我觉得这也是提供大家一个方法啦，因为有些人就是借钱他摆明就是不还，或者是那些死皮赖脸的耍赖啊这样子。那假设今天这个人这个朋友他连本票都不签，那我相信他也不会还你钱的。而我在这几年开始实行就是签本票这个行动了之后呢，其实借出去的钱几乎都会回来。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出去找工作啊，或者是买车啊、买机车啊，或者是你做一些微博代金，你有可能也会签到本票。签本票它不一定是个坏事哦，重点是要跟大家讲，签本票的时候请你真的要非常小心、非常注意。第一个，不应该在被人家受压迫的支持下签本票；第二个，就是上面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句，千千万万要看好。总而言之啊，社会小心，就是自己要保护好自己。本票怎么写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范例，你可以按暂停。好，下一段。然后而在这一幕呢，当大家在集思广益想办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幕就是。我觉得导演这幕做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特点，他把大嫂拉出来了，就大嫂这个角色，其实在工业里面，就是每一个工业环境或每个五金产业，还是所有的据我所知的行业里面，都会有一个伟大的大嫂。然后在这幕的时候，其实大嫂她就是自己就自掏腰包嘛，然后跑去市场，然后开始买菜，就是这种台湾坚强的女性。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台湾特有种嘛，台湾的大嫂真的是可以列成一种台湾重要资产，大嫂。下一卡吧，然后在这一卡，我觉得真的，非常感人，然后也非常有趣。然后他就讲说，他中了200万的发票被他爸弄丢了。不过其实，爸爸发票送给这集大家看完就知道嘛，就是他其实他爸是把那个200万的发票拿去给他。好吧，奥斯肯，我们收拾好心情。当然，回到故事的内容当中，他老伯就是用这件事情做了一个义举嘛。假设你回到现实生活，你怕发票不见的话怎么办呢？我们现在的手机其实都有云端发票，而且你使用载具，第一个你不用怕发票不见，而且你也可以不用制造垃圾。再来，财政部他为了要支持云端发票，他还提供了40万500元的专属奖项，就是为了让大家节能减碳做环保。顺便帮台湾财政部业配一下，我们要不要教学一下大家怎么样使用快捷？怎么样最快使用云端发票呢？首先第一步就是在你的节气里面，我们按下编辑，编辑这个时候呢，赶快滑到云端发票按加，然后呢把云端发票移动到你的小工具的最上面一端，按完成。完成之后呢，你只要把手机从首页往左边滑，你就会去锁定云端发票，然后来给店员哔哔哔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很像是 jungle 的一种丛林里面，大家可能会不知道在干嘛，因为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在拆板的。
拆板膜呢，就是你当然灌浆灌好了嘛，你水泥已经干了。那干了之后，有的时候他们会故意在，尤其是大梁的地方，他们会故意等久一点，让水泥干得比较更透。堆木当中其实也是会最需要用到很多人力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边拆嘛，然后一边丢，你就看到很多木板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些现在工业风，有没有看到就是它的水泥外面就是一个很像木板的条纹，它其实就是拆下来之后就完全都不修饰了，工业风。好，下一卡。然后在这一卡呢，就是他弟不是在跟他哥讲说，哎，你有没有接工作啊？然后什么这样之类的。所以他哥哥他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有跑去外面接一些瓦西拉。其实很多工业的人哦，就是除了自己的本业以外，因为在这个剧中他们兄弟两个是谁刚嘛，但其实基本上他一定会用到一些，比如说震动电钻啊、冲击起子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砂轮机的切割啊，然后还是除了铁工之外的一些杂项工作。其实基本上大概都把接不免俗的。有的时候互相调派人手，还是互相帮忙。然后我们常常在工地会遇到有一种，他一叫一起工作嘛，然后做一做做一做，然后我就嫌他说，你那是这个乱七八糟啊，这修不完，修干修干呢。他就跟我说，我们的不是本科诶。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可能今天是他其实是做水电的，然后他今天跑来帮忙做切铁管。人家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有时候工作在操作的时候，你一眼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本科系的。所谓的本科系，当然不是去念那个所谓的什么科大或者是大学专门科啦，而是他的主要的工作行业里面，他是不是专属于这个工种的。而当然在外界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奇怪的变种人啊，就是他木工、铁工啊、陶具啊、什么装潢啊，那些都会。因为这个时候其实阿基他已经有一点血管栓塞嘛，所以你的规身躯的迄个反应都开始较有淡薄出现问题啊。而在这个影片当中呢，其实镜头它虽然闪过了那一两秒，但是他拿的东西其实叫做冲击起子。通常大家会最容易把冲击起子、锤钻、跟震动电钻还有电动扳手这四个东西，因为它长得非常像，然后大家最容易把它混在一起。如果你不懂这个东西到底能够来干嘛，或者是它分别用在什么工种呢？欢迎看我们上方连接的影片，在这一集有教大家。而在画面闪过去的那一小角当中呢，你会看到它的冲击起子前面为什么不是一个十字头呢？在这个就是我们在搭铁皮的时候啊，我们最常用到的东西叫做自攻螺丝。而自攻螺丝它长什么样子呢？长这样。首先，当你拿到一个螺丝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切成三段来看。第一段就是它的头的部分，第二段就是它的中间，第三段就是它的尾巴。首先的头呢，上面其实有分成一字头、十字头、六角头、内六角头。第二种呢，就中间的这个牙，有分成锁金属牙的、锁木工牙的，或者是锁一些奇奇怪怪各种牙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它的尾巴翻上来的时候，你会看到一般的木螺丝它长得是像漩涡似的。那为什么这个东西它长得很像是一种很像砖尾的刀口呢？那这个东西就叫自攻螺丝。什么叫自攻螺丝呢？你不需要先拿一个钻尾钻出一个洞，然后再把螺丝锁下去。自攻螺丝就是它的钻尾直接坐在螺丝上面，然后你就咕的时候，它就会顺便把你的铁皮啊，还是顺便把你的木头啊，还是顺便把你的金属类的东西啊，就它前面像钻尾一样把它钻掉，然后同时把它锁下去。那认识完钻尾之后呢，我们再来认识冲击起子。什么叫冲击起子呢？它前面就会有一个很像快拆头的东西，它能够迅速更换你要内六角啊，还是你要继续更换你是十字头啊、一字头啊，它只要这样往上拉插进去就可以了。而在冲击起子当中，每一个品牌有非常多的特色。正常来说呢，一般的冲击起子下面他们都会有模组，我们就用了阿星跟阿 King 他们这一辈的人，就认为电动工具的 Porsche、Metabol 这类的品牌，它里面就分成十二段的变速，然后它里面。除了可以调十二段变速之外啊，然后电动脚踏车有没有可以自己调变速？有啊，像脚踏车变速箱。你要唱歌了吧？像这些高段的品牌，他们都会搭载一些 APS， 就是所谓的自动扭力感测器，超糗的，就是它能够自己侦测啊，你在做锁螺丝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工牙的时候啊，它会自己去感应螺丝过得好不好，螺丝最近怎么样？螺丝嗨，你好吗？它自己会去感测。你锁下去的状态是怎么样？然后他自己会在里面用电子式齿轮箱去换挡，求吧。其实有时候一些品牌哦，它的价钱跟它的设计哦，就真的像是一种精品的品牌。不知道镜头前的你认识几个工业品牌呢？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看大家能够谁打出最多的。所以现在的工业品牌哦，跟工业工具真的是五花八门，像是跑车一样的种类一模一样多。你如果想要多认识工业品牌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啊，在这里看下去，以后你就可以吸收到各种品牌的最高科技的东西。
好的，以上就是最后一次跟大家做做工的人精辟解说特辑啦。所以下一集呢 ，HBO 一播完的隔天，我们就会跟林立贤老师在晚上8点的时候跟大家直播在线上见面了。那在全部的影集看完之后呢，你最喜欢里面的哪一个角色，或者是你最喜欢哪一个故事？那你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送你一个叫做工的人的小礼物。反正留就对了，你不留你一定会后悔，相信我。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喽，请大家继续支持台湾的本土戏剧，那也继续支持我们频道，我们超认真少年，拜拜。我现在街头会有人丢钱吗？我会在那边然后那个上班可以听的马克说我们拍得很烂，拍得很无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留言呛他。我们大家少听，挑起两方频道的战争。没有，我只有跟马克那边的开战，我跟玛丽那边没开战。我自己收听的方式就是我会放个 Miser 有没有？然后分好几轨，然后马克那轨就全部 mute 掉这样子，然后玛丽声音出来了就声音拉大这样子。